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2023年3月5日，阿仙奴制胜球笑傲英超。阿仙奴在英超第26轮3-2逆转击败班尼茅夫，雷斯尼尔逊补时最后时刻完成绝杀。根据数据统计，阿仙奴本赛季已经三次在90分钟以后打入制胜球，是联赛中最多的。此数据也追平了阿仙奴队史在英超单赛季补时阶段打入绝杀进球的记录。感谢你收听安播普通话足球快讯。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